魔术，再跑。那这些人这开局都知道你在哪，都给你跑马拉松，就很烦。下个版本就不会了，下个版本有加速。制作组就是防止被马拉松特地搞的，下赛季就知道了。打你自己！咦，鸟叫吧！鸟叫的话，这边我打魔术师，有种你就再装。我这次，我之后多打针队了，再也不会去打救人位了。谁叫这针对死就行了。这把赢了。我都杀你了呀，你没球了。无所谓，十多等就行了。是个恶影，无所谓，恶不恶运他其实都救不到人的。来凑宝贝，他放弃了。下局见。还要救我一下，还想刷个分。
现在再盖一板子，嗯。起来了也无所谓，八十的尸还杀不死你。非常容易拼，只能打针对了，要么就给那个佣兵一刀就够了。我现在都不奢求佣兵双刀了，拿一刀就行了。现在想要佣兵倒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他知道你要弄倒他，他就不修了。哎，不修电机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开局不修电机，我日！好狠啊！不修，我操！就靠这几个人修，他不修。还不是要吃刀？这不可能是先知吧？黑妹亮了，还真是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在这边苟着，等那个佣兵走了，然后才修的。再说半天没见到个人影，怎么回事？拉回了。炸了！这把太狗了，人都不见，没见着。真是到哪哪电机都修完了。哎，这边不是有个种子吗？接下来要守大门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这个人没了。
现在是一个贴门一个救啊。还好还能平，速度快就能平。停个狗屁停。跑得贼快。磁铁再三连。佣兵。应该不知道，先知。我说这肯定不止他一个，在那边晃来晃去的。还要躲柜子的，这个树苗而已。救救救救，来救他，我直接打针队救吧。树被拆了，回来呀。礼尚往来嘛，你打我一下，你付出代价。这边应该要摸人了。然后黑妹过来救我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我这边机会就是拦住黑妹，黑妹在石像，石像回头过来了。但我这边种子不多，我不知道拦不拦得住，两台再修的话我就可能要炸了，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不守了，该走了，守我就输了。抓到先知了，那你就炸了呀。
如果磁铁死了，那就更好笑了。磁铁死了，真死了，死了，牛逼！又没会过来修的。用命了，不修。真不信你不修，不修那真的见了鬼。哎呦我日，给他点了。应该三杀了。地窖不在这儿。又是这个春点，现实，这次现实是在医院里面。磁铁也可以抓呀。他刚才没办法，你往回走你吃我十几刀，你往前走你就吃鬼火，你选一个，你拿我没办法，必吃刀。那我还能骚扰，这边插个树，然后捡个种子，然后我再回来。你也会打你吗？不可能，我打磁体，开玩笑的。有鸟啊，不能打跳枪，这条件是一定不能打，打了就没了。
套鸟，你套呗，你套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套鸟。后遗症，刷分了，刷分了。应该是放弃了，结束了，放输了。救不到，死了。烧鸡不想去啊，都没人修。前锋这个呢，磁铁一刀马拉松，哎，真的烦死了。跑马拉松就可难受了。哎呀，完了！刚才的那个蚂蚁整火的输了。拿一刀再说，哎呦，完了，我忘记有医生了，不能放人了，放人我就炸了。
打针的呀，有医生，我忘记了。怎么就把这个医生给忘掉了？还好这个医生他并不打算就是救人什么的，先致死了。应该被救了吧？没插眼，起来了。放弃算了。哎呦，炸了！刷了600分，这个人。还在刷200。发个信号，二楼别来，省得抢我电机。张狂杰克。
十几刀，应该死不了。你要不给，你这不是还能顶得住吗？你能，还能顶住，死不了。哎，为什么不挂人啊？活了。救呀！还不救？搞什么？还有他在哪？哎，跟丢了。没传送，差眼。缺点了，半年没看见什么情况。杀佣兵了，三宝了。哎，你开呀！
打算放个娃娃去那个墓地。听见没？狗一会儿，他看不着了。兄弟，给我等一下！他肯定走了。Nice。走啊！你还去干嘛呀？去换一台呀！白给！我靠，修不动。闪现了，吃算了，幽冥倒正好，娃娃还能摸一下。偷人了。不守尸，那你就炸了呀！你不守。啊。等等 CD， 等 CD 你也没有啊，你又救不到我，快交治愈啊，兄弟，还等啥呢？哎，该交不交，你现在交，现在没得交了。摸这个，摸这个。娃娃捞人。哎呦我日！慢了，慢了，慢了！不拉锯，哎，不拉锯，居然不拉锯！啪啪，他知道拉锯就撞墙了。
哇，这个。这个调香师，我真像一粪瓢抠死他！你这不白给了吗？这你能出去？不说了，爬行加速天下第一。牛逼！